熊黛林晒自拍被吐槽沧桑，本尊霸气回应称我最美，生双胞胎后瘦出马甲线。3月15日，熊黛林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刚拍摄的美照，并非常自信地说道，2米8的大长腿，有没有人羡慕？熊黛林拥有傲人的小蛮腰，而且腹部肌肤光滑紧致，完全看不出怀过双胞胎的痕迹。另外两张照片则是在中环码头拍摄的，熊黛林的马甲线清晰可见，腹部扁平，这是多少宝妈可望不可及的好身材啊。或许是因为熊黛林弯着腰，所以腹部稍微有一些褶皱，没修图的情况下照片有些失真，42岁的她自然是不能和20几岁的小女孩相提并论，但是在同龄人中她绝对是佼佼者。熊黛林拍戏这么拼，所以陪女儿的时间自然也就少了，她坦言孩子们都习惯了，笑称目前没有收到他们的投诉。评论区大部分网友都在夸赞熊黛林，但是也有键盘侠的吐槽声，姐姐怎么感觉沧桑了那么多岁月啊。没过几分钟，熊黛林便霸气回应了这位网友，我不觉得，此刻我只觉得我最美，真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啊。虽然熊黛林已经42岁，但即便是被对脸拍，状态也超赞，肌肤保养得特别好，气质这块就更不用说了。